自从鹿晗、关晓彤高调宣布恋情后，一直备受外界关注。关晓彤的外形比较符合鹿晗选女朋友的标准。关晓彤是名门之后，跟鹿晗也是门当户对，但是因为这段恋情实属突然，所以还是有很多网友不接受这段恋情，并且也不是很看好这段恋情。近日有相关媒体发布图片，关晓彤被曝探班男友鹿晗，两人一起度过五天。关晓彤等鹿晗收工，鹿晗也为关晓彤打包零食，收工后一起乘车回酒店，十分恩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